想到我上次来宜兰，就是吃这种面的时候，我吃了三碗。我想这不一样，我以为是弹牙的那一种。哦，它不是，它是细致绵密的那一种。第一家店我还穿白 T 恤哎。哦，对不起，甩到你了 ，sorry。弄得我满脸都是。麻酱意大利面。真的还好，开心。你现在对我态度要好一点。嗯，为什么？网友都说你太女王。那算是他的第二集，如果看往后就知道我是谁了，好吧？就是这样子，网友都是挺我的，爱你们，永远是挺我的呢。顺。哇，这一定很好吃，因为通常都是会有麻酱面跟油葱嘛，但这边的油葱它那个葱油哦，是用那个猪油跟那个三星葱去炸出来的，所以那个味道更香。而且我刚才拌的过程中哦，它是会有那个乌醋的香味，就是会带一点那种酸劲，更开胃的那种感觉。这个也是啊，我想到我上次来宜兰，就是吃这种面的时候，我吃了三碗。都已经上来多久了？它到现在还是一样酱汁，没有糊掉哎，没有粘稠哎。我来喝一下这个用大骨熬的鱼丸汤。鱼丸汤，试试他们那个鲨鱼酱做的鱼丸。怎么样？它比我想象中，它跟我想象中不一样。我以为是弹牙的那一种。哦。它不是，它是细致绵密的那一种，跟我们一般在外面吃到那种白色的鱼丸完全不一样。一吃来就叫手工的。哦。是工厂制造的那一种。啊，那种就是手工拍打出来的。个人是很喜欢吃馄饨，我就点馄饨汤，但那边汤底都是一样的大碗，然后这馄饨都是老板每天去市场买那个温体的黑毛猪。哦，你要不要多看馄饨？它里面的调味，我已经在准备给你换。还是下次先让你选好了。我都让你先吃，然后我再吃，这还不行。好了，没事，王宇不要再骂他了，他已经很收敛了。他刚刚脚就在下面握拳，脚趾不要手在上，他脚在握拳。哦，他的馄饨真好吃，好吃吧？他这碗汤完全不需要调味，靠馄饨就好了。看馄饨里面的那个，它的内馅是有调过的，是有咸度的。哎，再看它那个皮是非常薄，被透光的那种程度。夹一个给他看。你刚没有夹。哇，对啊，我命令他哎，好过瘾。这种夹就夹花那么多，挑掉，好住，好，要掉，好咕噜，对，这样就讨喜嘛。嗯，说到那么久，还有教你，我听话。对啊，好，很棒。突然让我发现宜兰的那个 CP 值很高哎，这个鱼丸汤30哎，你是说如果你来宜兰的话，铜板价，一到饱，一张有找。对啊，对，100块。好强哦！我压在哪里？他说老艺人就厉害，他刚讲的。我刚压在哪里？吃到饱，一张有找。这种压啊有哎！你很棒哎！你这集会有人称赞你哦。真的吗？开心。我在这里骂我了吗？不会。他是鬼精的。你想吃到饱，一张就不对了。我还是乖乖的吃饭。乖乖的吃饭。